大家好，我叫王志荣，现在是台湾的半夜，然后我还没睡觉，因为我一直在想我在台湾过的时间，然后我这么多朋友，这么多家人都让我很幸福，所以我要回顾一下，说一下我在台湾最喜欢的回忆，最好的时间，谢谢。看到我妹妹。上课吃这地是瓜，三国里面管乐社的练习，用蹲式的厕所，看到珍珍，在山上喝茶。KTV。下雨，莺歌跳舞，在海边丢石头，打篮球，听到捷运的音乐。从彩山看到高雄，跟接待家庭吃饭。这是 NSLI 办公室，我们会在这里念书。或是吵架。看到猴子，跟朋友耍废。跟弟弟妹妹烤鹅啊，在凹子底散步，跟管乐社的朋友在一起，坐公车，跟朋友一起坐越南的圈圈，对呀，根本不在乎漂不漂亮。听到我山友讲台语，拜拜台湾。